一起来赌 Q， 踩边边。 还行，他没打定型，我打定型。那个远 Q 好像是暴击了吧？现在难道远 Q 不买药了，直接买鞋，游得快一点。他这个 W 的伤害像组 W 的。 但是后半边应该不会这么脆，感觉。想看戏法吗？ 要先溜，下边吃了走吧，不然吃了回家了。前面去了，拦不够吧？ 蓝都见底了还能放出大满，难道多少蓝啊？可惜了，亏到不亏，这不也是一换二，还能接受的，回家回家。 下边有大招，找机会杀他。
南枪打完，难道这波没大没点的？我估计是找南枪，也不一定杀得掉，不一定杀得掉，说是。 没大的，状态不错。他这波不升级，我也差一下，不升级也差不掉了。画法有点低啊，现在。但是没事，打残他，他亏兵，我也能赚。 半血没了呀！偷吃果实，得知道有没有闪现啊！ 为什么我们上单死了，兄弟们？我没扛塔、啊。哎，走了走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带个针眼了，有钱的话，带一个面包兵，因为我们巫妖做出来了。 问题不是很大，难道吃的有点爽呀，吃了我两层，这也能吃啊？不是看到难道翻下去的吗？ 这一波他出的有点大呢。 加速，没事，那我们就可以拿这个了，我们可以拿这个超虫。他没大的。 一起来就能躲小路的，哎呀，他那个花粉过来的一瞬间你就能躲了，有个弹道的，能看到，你仔细看是能看到弹那个弹道，还吃啊？难道？哦，吃过几层了？
死，一盘扛塔，完成单杀，跑起来。能吃完吗？对面打野这个出装有点弱呀，300、450生命值，450生命值。想杀对面打野其实没这么好杀，很弱，这个是真很弱，难道会过来的？哎，别再闪！难道基本上也崩了这波？上路我们帮了一次，也好起来了。走了，怎么骂起来了？打得好好的骂人。Killing spree。想看戏法吗？鱼雷，秒。嗯，很 nice。开杀喽！就先上吧，我肯定我也打不死。我也打不死，有个奶妈我没点了，没大招，不想去。差500块。他们这个时候辅助奶妈就很烦，不想去，会差点伤害的。
先杀奶妈，我们败给了我们的主。二杀，没击不到。 这波打完，我看那边还怎么挣扎。哦，坏了，我里有眼啊！哎呦，有点阴，老鼠被看到了。 我要给他们一个示下神。那就是第二点，直接买个女妖。 蓝对我来说很关键，我就不用回家了。没过去，杀掉了，没翻过去。这个发育喜欢吗？ 再吃一波线，20分钟冒着了，还行，算是快了。 翻了过去，但有时候翻不过去，有时候没跳好就翻不过去，不难翻。对手很顽强呀。 一下750。
老师怎么上去了？看看我这个射塔速度，不用担心了呀。 拿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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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